百科全来的，快点关！你又抽哪门的风？你又……哎，你看谁呀？哎，你给我关门上得了呗，你。老板，怎么个意思？书不念了？打麻将了吧？打什么打？你没课，他俩没活啊？老板，这点都吃饭去了。行吗？你吃饭没呢？没呢，吃啥呀？来来，那正好咱有以前那个小电锅，你一会儿拿楼下去整点小火锅行不？别吃了，你给南边那个菜市场打电话送点菜。又要啥？锅盖羊。牛羊又全要。锅盖羊。就光拿锅呀？啊？鲜的。你能不能有点眼力劲儿啊？碗不拿呀？你不一次都说完，那玩意儿还用说吗？我干啥都看不上我。你再多说一句，我就踹你。没了。还有啥呀？一会儿你就手插那个锅里边涮肉啊。筷子，还有酱油、醋啥的。不行了，我爬不动了。快点儿。喂啊，外卖到了，行，我现在。你再多说一句，你就踹我！有谁给我抢肉啊？不跟你抢，都你的，都你的。哎，去赶紧把大把手的去。这臭我也没找着啊！不用找了，这有。你都有，你俩会让我爬楼梯干啥呀？我也不知道他都送啊。你就是针对我！你再喊一句。我能拿瓶水吧，有点辣。我都告诉你，那底料你放半块就行，你倒好，全到里头了。没事，我能吃辣块。老板，这个熟了。嗯。啊！老板，放开！还喂我一个。啊！等一下，我够不着。扔呀！